你干嘛？哎呦！大家好，我小江，今天搞点讲。现在已经上午10点半了，今天是大年初二呀。今天早上离开这个废弃房，去县城充一下电吧，住一下。这几天呢，垃圾挺多的。这几天在这边呢，时不时就有人来看靓仔，真的是挺不好的感觉。然后在这边感觉挺阴冷的，脚特别冻，还是去开个小宾馆暖和一下吧。而且上火了，昨天这嘴角上火了。刚才我在里面咀嚼奥利给的时候，突然来个女的，拿穿红衣服的女的，好尴尬，吓我一跳了。在那边房间，她在那里，放水呀、啊，东西已经多到怀疑人生了。你看这地面上的这个车印吧，这两天频繁停车，这个地方好尴尬，时不时瞄我两眼。终于要离开这个废弃房了。昨天天气好转了，晴了，昨天开始晴了，已经10多天没有晴过了。加上昨天晚上在这边一共住了10个晚上了，在这边过个年了，省了1000块，最少应该省了1000块的。今天准备到县城充个电，先充个电吧，后面再说吧。哇，这个地方太阳好强烈，今天真的阴了10几天了，终于放晴了，感觉在云南一样。现在这个天气啊，先把垃圾丢在这里。这个垃圾特别沉的，加了几十斤的，我的天。出发，你看那边吧，那边干嘛？一个老大爷孤孤单单的，哎，留守老人家不容易。这边好冷清啊，放烟花的，这边好冷清啊，真的，这两天过得挺安静的，这边非常舒服。去县城吧，这边的超市全部开的，今天初二了。真的，这个天气我还以为到了云南了，太阳很刺眼了，好像到了云南一样。哎，阳光明媚，心情非常灿烂。就昨天大年初一，天气突然转晴了，这个事情，新的一年好的开始。这边快到县城了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车都很少。你敢相信这是大年初二？怎么感觉比上次来的时候还要冷清啊？真的，这过年反而更冷清了。这个地方有一处充电桩，哎，怎么起灰了？这能不能用啊？我的天哪，应该用不了啊，这就尴尬了。然后这旁边，哎，这个地方怎么？这什么情况？够了，这地方有那个排仓，这应该是人了。你看吧，这应该充不了。哎呀，这就麻烦了。这么看来，还是上一次那一家充电桩是最合适的，除此之外就没有别家了，这就很尴尬。哎呦，这应该是人的，应该是一个人的车吧，不然的话怎么停？全部停在这里。你看吧，这个车挺有意思的，不过这个车的动力也太小了，也麻烦了，而且带不了多少东西。哎呀，风好大！你要是暑假找个川藏线是吧？不带东西就没地垫，吓我一跳。这个车都够了。看它那个坡度不大，你看吧，那边有个酒店。兜兜转转又来到这边了，上次来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的话，你看吧，那边有充电桩，限1000马公里吧，1000马公里，充6个小时就够了。这个地方充电的话没人管，他们都是放充电器在这里充的。那边那个酒店不知道多少钱了，如果便宜的话可以住。如果100出头还行，如果200块的话，那就有点高了。长宇酒店，这个酒店的价格在150以上，条件应该还行吧。这个酒店感觉挺好的，不过太奢侈了吧，150以上。弄好了就在这里住吧，13楼。这个酒店还是蛮好的，你看吧，这个装修啊。可以，还有那个长城嘛，万里长城的图，挺好的。这个酒店就在这个酒店住吧，
这酒店挺高的，挺看起来不错，价格是168。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住宿了，真的住一下吧，168。然后还另外收了200押金呢，搞得我很慌啊。哎呀，不会又扣押金了吧？哎呀，太尴尬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就在那里充电吧。这边充电也不好找，找一个那个是吧？好停车、好充电的宾馆也不好找。好多那个宾馆连停车场都没有，你看吧，把两台大炮都调到七安充电，这边七安，那有点跳，这边也是七安，七安两个七安，十四安乘以这个电压，两个电压不一样，两个电压平均是多少？70吧，差不多1000瓦。你看吧，940多瓦，我拿捏得很准的。然后它只能，你看3块钱。它这个只有3块钱，还不能续充，什么情况？等下我研究一下能不能续充的。你看吧，这个有这个规定的，单次充电大于12小时将自动断电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最多只能充3度电，一次最多只能充3度电，难怪只能充3块钱呢。定了个闹钟啊，等下再过来充一次。难怪啊。最大的支持功率是1000瓦，1000瓦1块钱多电嘛，然后它是3个小时最低的是250瓦，然后是吧？3块钱，最多只能充3块钱，250瓦，4个小时1度电，最多只能充12个小时，等于这个情况，等于最多让你充3度电单次。我上次没注意看，没想到它最多只能充3块钱，最多只能充3度电。哎，先把这个拿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它这边有监控，两边都有，还是挺踏实的。哎呀，这个有实力啊！这什么车？宝马。哎呀 ，BWM， 宝马。哎呀，可以。这个什么型号？色灯都安排上了，宝马水鸟还是什么？这个应该要挺贵的。真的，这个有实力。哎，多少排量的？哎，那边是电梯，这里是13楼，看一下条件。你看吧，一些小零食啥的。这里是中央空调吧，一般的都有。干湿分离的洗手间，房间大小的话，看一下，一张床，这个是单人房，便宜点。有个大电视，送了两瓶小水，还可以，真的，这里面镜子。还有个观景台，自带观景台，看看县城的风景。这个玻璃的话，它是限位了，卡住了。手伸出去看一下，我都怕把手机摔了。这个观景台好角度，下面还有保健室怕的。可以，这个酒店很值。那边是高速，还可以，168这样条件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今天大年初二，奢侈一把，就是那个交了200的押金了，我靠，真的，200押金还是有点高的。我之前有被押金支配过的恐惧啊，就在东北那边，被扣了2-3次押金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怕了。反正这里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要不把那个不弄些油什么东西在那被子上，不会扣的。你看我数学好不好？拿捏的死死的，900多瓦，不是，刚好到不了1000瓦。这种高层酒店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等电梯真的是能等得怀疑人生。20多层，你看吧，都到了23层、24层还在上。你看吧，地下2层，地上24层，一共26层。这个还有早餐的，现在应该没有了吧？你看吧，我住的是那个康旅道酒店。12楼到17楼吧，20到23层是那个
都是那家酒店更贵一点吧，应该。准备去吃个早餐嘛，这边好像也没啥早餐了。确实是168，上次看到也是168。他过年期间都没有涨价，还是挺地道的。春节放假，没办法，换一家了。要不是那种麻辣饭店、大饭店开了，要不是这种羊肉粉，其他那种中小饭店开的很少，就是这个羊肉粉上。就这里整个羊肉粉吧，他们也在吃饭。哎呀，大部分饭店都关了。看吧，羊肉粉没有加辣椒。就简单吃个羊肉粉。这个粉很粗啊，特意叫他不要加辣椒，因为我这个肥感这里面起火了，上火。哎呀，吃那个普利兰消炎片，吃了一盒，缓解了一点。但那玩意不是最管用的，最管用的是那个口腔溃疡含片，待会去买吧。本来想在那个酒店点个外卖的，外卖好多是开的，而且能点到那个合适的，这边饭店附近都关了，而且这附近没看到有商场，本来想买条裤子啥的。没有一点辣味，只是咸味吧。这两天就这样吃吧，清淡一点，把这个上火治好了再说。吃的差不多了，刚才喝了一点纯牛奶，差不多。那个羊肉粉的话10块钱吧，这是我吃的最清淡的一次，我这样清淡的吃对身体好一点，不然的话是吧，内脏的负担太大了。哎，今天最高温度18度，太阳下面晒得还挺热的。现在的小孩子过得真好，你看吧，我小时候没这么玩具的。给大家看一下吧，今天买了点这个药吧。现在时间快下午4点了。这里还有一盒这个龙眼吧，上次粉丝送的，这个不吃的话有点浪费啊。还挺新鲜的，但这个玩意不能多吃，不然上火严重。还好我这两天吃那个普利兰消炎片了，压制了一下，这个好了一半。我忘了说了，刚才我下去又充了3块钱嘛，因为那个单次最高只能充3块钱嘛，3多店就能差不多能充的差不多。明天继续出发，明天初三。这晚上的话点个外卖上了，不点辣的，看一下吃点啥。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挺经典的，还有些小饭店啥的。要不来个沙县小吃算了，不能吃太辣的，这里有蒸饺啥的。这里有这个大肉面、排骨面啥的，整一个不辣的就行了。你看这种大肉面，这儿可以不要辣椒吗？在这里备注一下，那个不吃辣吧，我还蛮贵呀。你看吧，就点了一个大肉面了，是吧？有3块钱的那个配送费跟打包费嘛。你看吧，这里特意整了2罐这个八宝粥上来了，这个的话也给它消灭掉吧。真的，这些东西不吃的话也不好带啊。把这个热米饭最后一小盒给它处理了吧，比较占体积。这里还有3个鸡蛋呢。你看吧，大肉面260克，16.8块。我就知道这个分量肯定是很小，这个碗好小。这个应该是小肉面吧，顶多没有放辣椒的。放了点那个青菜吧，还是比较清淡吧。这一点的话肯定是不够吃的。给他看吧，这米饭也好了，因为这碗面很少啊，加个鸡蛋进去吧，差不多。就这样看着吧，这样不好搞。一碗面，一碗饭，兄弟们，开饭喽！这还不是很烫，刚才放了一会儿，加了个鸡蛋，丰富多了。没有放辣椒，一点都不辣。刚才吃那个口腔溃疡含片嘛。缓解很多了。我之所以在这边住个宾馆吧，
是因为那个出发做准备了，明天准备出发了。我在接下来的话，有可能直接往那个川西那边走，不去重庆市区了。本来纠结去重庆市区过年的，现在的话年都过完了，那就更不去了。我这次选择没有在城里过年，我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我在那个飞机房里面这几天住得非常好，睡得很安静的，很踏实啊。一到了城里的话，各种响声，有点不适应。接下来的话，有可能直接往那个云南昭通、四川凉山，那一段我没走过嘛，然后去那个甘孜稻城县嘛，应该是稻城县，稻城县走318，去理塘，然后去那个什么，川藏中线走一段，丹巴道府之类的，350穷毛大道，然后转到川藏北线走一段。我们边坝、洛龙、比卢之类的，那个川藏中线走一段，不过走国道为主。现在可以出发了，因为那边现在温度没有之前那么冷了。我到那边的话，应该是二月底了，好多了。二月底三月初才到那边，川藏线那边吧，不是很冷了。把这个也吃了吧，这个体积太大了。不好带。这段时间呢，这几天的话，陆续有好几个粉丝来看我吧，还送了一点东西，是吧？我觉得，没必要非得带东西过来，真的挺不好意思的。主要是我现在出发，然后之前老是有人说小张不懂人情世故，老是拿这个来黑我，他说别人。请你去吃饭，你空了手，什么都没带，哎，这一天天的。我喜欢简单自然一点。随着我比较喜欢一个人，静静的，不喜欢那么多，对吧？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你怎么做的不对，是吧？觉得不太好。马上出发了，用高原走了。后续充电问题也是个头大的问题。那个太阳能板的话，我之前看到有些人他说一天只能充个两三度电吧，他说你要就是要靠那太阳能板那个骑车的话，那一天最多只能走70公里，走70公里有没有好的露营地那不一定啊，然后边看吧。到高原那边人少，夏天的话就比较麻烦，现在天气冷的话好露营，它早晚温差大，白天比较舒服，就是今年夏天怎么办，那肯定是全程在高原，低海拔的地方更不能走。这个13楼居然有狗叫，这谁把狗带上来了？